今天是吃播。Hello， 我想戴个耳环，我想戴耳环，那我可不可以去戴一下吗？好。我今天吃播，哈喽，雨过天晴，今天有点小迟到。对啊，晚上好，修哲晚上好，卡丘晚上好，阿胜，小耳环。很美吧，漂亮吧。怎么可能端红果，今天要吃雅尼克，是不是不能讲太清楚啊？好痛，OK OK， 过去了过去了。没有啦，嘻嘻，装不知道啦。就是某家那个，这个叫什么卷？生乳卷这样，某家的。晚安晚安，阿贵仔。跟大家分享，因为其实我想吃很久了，我真的想吃很久了。可是，因为毕竟他蛮胖的，我穿得动啊。我穿很久了，国中国一就穿了吧。所以到现在，其实我现在如果一两个月不戴耳环，它也不会密掉。我想要吃很久了，就是很久以前就想吃了，好吗，玉然？好，就是，我很想吃这个很久了，就从我看到它之后，可是因为它很肥，它真的有点肥，它一份，这样整个一盒880大卡，我刚刚看过，我买原味的，880大卡应该是接近我的三餐吧。两餐，接近我的两餐。对，它有一份一盒八份，然后一份是110大卡。哈嘻嘻。然后卡了吗？泡芙吗？就是捷运站可能买得到的东西这样子。谢谢嘻嘻的女生。Hello， 西兰。对。所以我决定，我今天吃不能喂五谷啦，不行啦。我今天吃一片就好。Hello， 胖丁 ，Hello， 幼英。我今天吃一片就好，谢谢西西的新之冠，还有旧的枫叶。对，然后明天再吃早餐跟。午餐应该是不会吃到早餐啦，午餐，早午餐这样子，多厚的一片？好的，我先来拆开它。不妨的就是上面有这个嘛，包的包装，包装袋吗？这是什么？普通的袋子。哎呀，来看看，普通的袋子吗？还是保冷袋啊？还有
还有魔鬼毡，哦，应该就是普通的袋子。好，然后今天要运动一天，不会，就是对，都是一样把热量吃进去，可是你要分，因为每不能一下吃完，一下全是全部啊，因为你一天消耗的热量不会那么多。好的，外面的包装非常的美，看到了吧？我们必须把这个打码，啊，打码，很美吧 ？OK， 我要把它开起来。我很想吃这么，我现在想吃很久了。Sharing melts our hearts. OK。哦，它有啊，好可爱哦。就是我之前探访被他叫回来，不 ，OK OK。我刚买的，所以他要先退冰，是不是？你从来没看过这个，那可能是你去的检站没有吧？不行，检我工伤，嘻嘻，我没有工伤好吗？早早久，哎呀，嘎嘎换手机了啦，看他多有钱啊，嘎嘎多有钱啊，真是。Hello 鱼好，为什么改成淋雨雨喜？晚上好，叔啊，刚回来啊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哦，谢谢你哥的伸展课程，好可爱哦！我说不是说都买得到，我是说捷运站几乎都买得到，几乎可能买得到。我应该说可能买得到，谢谢你回去看。我应该说捷运站可能买得到的东西。对，这个是要先冷藏是不是？是要先解冻哦，所以现在是冻的，是不是？我说摸起来感觉还好。OK， 里面就是长这样，然后还有刻度，好可爱哦！这样我就可以照着它切了，就有18公分除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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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八除八是怎样？5、6、2公分哦，不对啊，怎么分啊？18公分，然后除八是怎样？常常看到这个，但没兴趣。哦，这很肥对吧 ？HK， 真的哦，卡翘，可是我蛮有兴趣的啊。吃完健身，对啦，嘻嘻，看一下镜头在这啊。我觉得我今天好漂亮哦。是自己讲，没有啊，就跟你们分享一下，我觉得我今天长得很漂亮。2.25，请问我要怎么分 ？OK， 然后他有送了一把，不是一把尺啊，一把刀子，一个刀子，一个对，就是一个刀子这样子。谢谢鱼人，下面有。有虚线，啊？有啊，可是它有零，就是它有比较小的，可是是0.5、1.5，没有25啊。Hello 飞机，是奶冻卷吗？这就是生乳卷。对啊，玉人很贴心吧？我觉得我吃少一点好，我吃2公分就好，少0.25。啊，好可爱哦！我真的想吃哎，可是很肥，奶油怎么办？可是好浪费，不吃，不行，要有点尊严，不能败给食物。搞什么东西啊？我最大，没有刀子哦。啊，都是口红。都是口红怎么办？我不是应该怎么办？
都丢掉好了。好啦，我不吃那个啦，我不行不行不行，那真的太肥了。OK， 我现在是我遇到问题了，我要怎么切、啊？我一定要全部打开吗？可是这样不就要全部吃完了？刀子五十收，没人要卖好吗？举家乡几万英里，每座城市都有整个兄弟。我们是刮风还下雨，干什么东西啊？你给我五十啊，就不能给我过吃没？就算我身不痛身体，对啊，所以我都要我要控制饮食啊，因为我懒得动。你100收 ，OK OK 啊，我要好好切了啊，请看好我精准的刀法刀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的，没问题的。不能这样想哦，空白，减肥是一辈子的事，至少在我签约的时候是。好的，西西，哎，我不要小看我玉人，哇，精准的切2公分给你看，不要吵，我可以的。好紧张哦。等一下，我怎么切啊？是另外一边长的，好笑哦，喜兰啊，不对对，好笑哦，喜兰，我以为叫错人，我要好好的切。OK OK 啊，好像歪歪的，没有没有，刚刚好。OK OK OK， 啊，很好很好，可以读花子老师。2公分是只吃这2公分好吗？很切面比较漂亮，害得好好厉害，我没有上过厨啊，我不是七七漂亮的厨神。OK OK OK OK， 我可以，我真的可以，我真的可以，我下过厨啦，可是是学校的通选课。我切好了，我切好，不是家政课，是我们这一科的选课，可以选餐饮，所以就选了。为什么一定要切他推荐的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是因为他这一盒里面有八他是算8份，然后一份是110大卡，所以这总长是18公分，所以我想说那就干脆除8这样。当然没有惩教生的，拜托小看我哎、欸，就是你们这群人真是小看我。我切好了，但是我遇到问题了，就是我没有盘子。好，现在没关系啊，怎么办啊？哦、我买个碗，我发现它了。来动准备刀子，哎、欸，我切得很漂亮哎、欸，你们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也没有很漂亮啊，是你看，有没有很完整的感觉 ？OK， 我去拿那个碗，可是我还没有用直接用盒子吃吗？我也是可以啦，我还没有用过那个碗，所以我应该其实要先洗它。我不敢，我不太敢直接吃。那我直接，我不太敢直接用那个碗吃啊，我还是直接用这个好了。然后我有去储备我的叉子之类的，等我一下。这个是小蛋糕，是有些可能就是
就是蛮容易买得到的生乳卷这样。要不要再切个哦，不用了，米酒。OK OK， 我的叉子在这。Hello， 凯总，是芋头没有？我买原味，我不喜欢芋头，可是我妈很喜欢。不小心吃过头，不可以给自己找借口哦。对于吃这种事情。女装豪杰不行，我也觉得 Must Dance Guy， 我觉得我今天好漂亮哦，真的啦，我讲真的。其实我觉得很漂亮哎，你看，你看我是不是这一面是有点丑啦？可是你们看这一面。很漂亮，对不对？相信我吧，我会切的。为什么我怪怪的啊，丁丁？很棒吧，很漂亮哈。好，把它切一半，我要把它切一半了。拿的人很漂亮，阿姨，米酒总是讲话，就喜欢这种人。哎，好心动哦！我真的想吃它很久了。下午茶时间，不，这是宵夜了，天哪天哪！哦天哪，我真的，我觉得我会忍不住哎，怎么办？好好吃哦，好好吃哦！哎，凯夏，你为什么没兴趣啊？你应该去买来吃的。阿神吃过了，不会饿。哎，好好吃哦！捷运站，可是它有实体店面啊，它是因为卖得很好才开到捷运站，不是吗？就是想拓展一个更多客源。有妹妹聊一感，好吃。我继续切给你们看，怎么办？不行，我只能吃一块，因为我还有番茄。现在是固定礼拜六吗？没有没有，就是如果有的话，就一定是礼拜六，可是。不是每个礼拜六都有，对，哈哈，嘎嘎，嘎嘎棒哦，嘎嘎快去吃吧。相信真心以为我是气质美少女，我是气质啊，但我不是美少女啊。番茄拉回来，我罪恶感没有，番茄有热量啊。哎，好难拿、啊！我气质啊，人好，我气质啊，人好，人好，你好，不要第一次见面就这样嘛。是因为我今天只有吃一餐，阿神，我今天只有吃晚餐。好啦，我可能没有气质啊，但是我不是气质美少女，我不是美少女，我是难搞的家伙。哎、欸，听话一点，最完整的一块。Thank you.
美少女，我哪是美少女？我不是美少女，这男友好多、哦，可是。好好吃，不吃了，谢谢大家陪伴我吃我的第一块，也是今天的最后一块生乳卷，我感到非常的荣幸，谢谢大家。我不是美少女啊，我真的不是啊，谢谢大家。林杰弟弟变难搞，加我排名第一名应该林杰吧？因为他多少时间？拜托，认真起来，五分钟、三分钟直接结束，不行。但是呢，对于这么好吃的东西，我们不能草草的结束它，所以我们必须慢慢细细的品尝，不能再吃了。好啦，今天下一个，对，慢慢的享受。阿神，你赶快改回来名字好不好？阿神，必须要再吃两公分，不要好吗？阿如，拜托，拜托，阿如放过我吧。法法那边怎么了？法法在干嘛？不不不不，人好，这你就误会了，我是不可能再吃第二片的。为啥女王？因为我喜欢阿神，不是好吗？西西，我明天应该吃个两片就结束吧。对啊，保存期内到一下子而已，所以我在想要怎么办。卡恰就试试啊，卡恰，我觉得你可以买买看，跟家里的人分着吃。你以为林娇说的不可能好吗？现在什么时间？对，我喜欢阿神。我好像是第一次看到你，不然就是你很少跟我聊天吧，因为我比较没有印象。Sorry, I'm so sorry。我有冰箱，我有冰箱。下一个呢，是我很喜欢吃的。好啊，阿神，下一个就是我很喜欢吃，我发过文，蜜饯番茄，好喜欢。我今天是买一包，因为这不是糖葫芦，这就是蜜饯番茄酱，很多次了，真好，好啊。那我希望我以后对你的印象会更深刻哦。只是因为真鲜跟优先什么库存，优先库存听起来蛮好吃的，感觉就是很浓厚、很浓的牛奶的感觉，是吗？对，这个高热量。蜜饯根本神，对，苏我也这么决定，我也这么觉得，叫我试一下佩娜都算了吧。蜜饯也是搞真的 ，Hello 米茄了，然后是变人，没有你跟多跟我聊天就我就你们就不是变人了，我是你的朋友，番茄拜拜啊，谢谢挑食，我真的很喜欢吃哎。很棒吧？什么跟我聊天才更边缘？因为我是边缘人吗？不，两个边缘人加在一起就不边缘了，好吗？女王太瘦了，没有我比之前瘦，可是那个标准体重还是最近有点没有，最近我有点太放肆自己，所以有点回来了。这啥歌？吴卓源的夜晚。打给你，
条呢。Hello， 干白气球。对，今天是迎接直播，很棒吧？但是呢，因为这个不能放，我觉得啦，就是放了不好吃。我们今天就把吃掉吧，一点点而已，不是一点，就是一中袋。我不喜欢纳豆，我真的不喜欢吃。嘻嘻，我不需要健身。大家都番茄去吃哦。那都是怎样的味道？我有点忘了，就是我不喜欢。看我吃的好好味儿，好好味儿，好好吃哦。我的怀。你说阿姐，真香，对吧？空白，什么番茄不是人吃的？真是乱讲话。那个黑黑的是蜜饯，只是它有一个微微发酵，就是不喜欢啊。番茄会全吃完哦。怎么给大家看？吃了会吐，真的。还有猪肉。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糖葫芦，我觉得糖葫芦比较好吃。我放个歌。空中瑜伽，真的搞笑。有些人喜欢吃草莓糖葫芦，可是我觉得我不喜欢。番茄小辣 OK， 真的，我很喜欢吃番茄小辣，我觉得很好吃。糖葫芦吃番茄蜜饯，蜜饯番茄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卡翘 ，give me five。Respect. 空白，你在讲什么？讲什么？怎么讲？讲什么？因为字有点难听。讲什么？讲什么呢？苹果糖没吃过啊。酥真的、哦，可是我觉得番茄怎么样都好吃。应该说，对于我来说，除了，除了榴莲，是榴莲还是姐啊？榴莲以外，水果我都喜欢。糖葫芦吃过，我只吃过，番茄、草莓跟蜜饯番茄。屁话也可以这么说啊，就是屁或是干花，我刚刚是喷出来干花。我自己也太不偶像了吧。不行，这样了。榴莲跟释迦上都是我有点会搞混，可是我不是，我不太就是我有点搞混，但是，还是分得出来。我有偶像好吗？我一直都是偶像，我现在自己身份就是偶像 ，OK。短喷剂有像什么？对啊，人好。我把它吃完了。纯番茄有像，蜜饯真的很好吃。对啊，很会喷吧？很会喷吧，星星。
很会嘴。芋圆是橘子，很新鲜，很好啊。看我吃开始流口水，真的、啊。我很喜欢看芊芊煮东西，然后吃完，很棒哎、欸。溜溜溜。今天生日会好玩吗？找东西吃，快去快去，阿凯找东西吃。芋圆也见得很清楚啊。大片了。商务舱有高铁，商务舱有可以跟他要吃的、啊，你可以去商务舱要。哦，真的，安如，榴莲糖好吃吗？猜拳猜输了要吃，应该是那应该就是不怎么好吃吧。好玩但你悲剧，为什么输？怎么了？蜜饯口味怎么样？就是酸酸甜甜的，对啊。你们不听哪个招数，就是你们害的阿如，真是的。爱吃榴莲，把人家把附近搞得那么臭。上次跟成员合照就哈，为什么？谢谢卡俏伸展课程，阿如对啊，闪电，卡俏。讲到闪电就想卡翘，我有个粉丝叫卡翘的闪电。你好你好，我有一个闪电的耳环哦，可是我今天不是，我今天没有戴。人家没闻到，闻到你们就要被罚了，对不对？在玩吗你？在玩吗阿罗？东西，然后会酸酸的，就是这里会酸酸的，你们懂吗？就是这两边，那边跟这边，懂就好，懂就好。我快吃完了。还猛汤吗？会吗？我是敏感性牙齿。嗯，怎么讲？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哎、欸，不是敏感性牙齿啦，就是不是敏感性牙齿。我要怎么讲？我要怎么解释？好，有人懂，可是呢，就是可能你的脑袋已经知道你要吃到酸酸的东西的时候，是脑袋吗？我忘记是，反正就是它会，你这边会觉得很酸，这边跟这边就会觉得酸酸的。我今天都不理你，哪有风肉？可能就是可能因为滑很快，然后我又有事情要讲。
没有爽感好吗？理解理解，阿凯理解。咀嚼不是，不是那种酸啦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我要吃完了，我剩三个。对对对，不同层面的，嗨的对。三姐妹见的酸会让人上瘾吗？嗯，也要你喜欢的话啊。对对对对，有点像那样子空白，对对对。嗯，差不多意思吧，叔。就是像空白说的那样，像狗听到放饭的声音就会流口水。那种感觉，圆圆的，圆圆的了，嗯，圆圆的了，圆圆大脸蛋 ，yes yes。很可爱耶。最后一个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完了 ，Hello 能没？我不要芋人，很呆耶。我这样讲话讲到一半，番茄喷出来怎么办？似曾相识，什么似曾相识？阿凯好可爱啊，在团，番茄在肚子里团圆了。我输了，不就有机会被我喷到汁？没人会常被喷到，好吗？放在家，待有空再吃。我吃完了，吃完了，好饱、哦。那个，我吃饱，吃饱了。好恶心哦！粉丝捡起来吃掉，不要。讲什么？对啊，稀稀入素，我也这么觉得，好吗？再来要吃什么？没有，吃完了，不吃蛋糕了，要把它冰回去喽。这样刚刚好。超饱是没有啦，但是就是刚刚好。谢谢慧香的阳光。他真的会，可以跟我分享啊！谢谢金耀的健身卡，最好是空白，听你在乱讲话。
你有被恭维啦。我们今天有 FM 2.14 哦。蛋糕怎么了？蛋糕的环节已经过了。所以他说要吃甜的综合一下，不要欸。你们可以跟我分享今天生日会遇到了什么啊？有什么好笑的吗？吃大蒜要吃甜的综合虾，我不要欸，玉人。而且 CYC 的健身卡，花生米泡芙有这种东西吗？你想只有耳朵痛？大家都叫太大声了是吗？一直都想接，最好是玉人。试下上班粉，哎，有一点可爱。番茄蛋糕总共500卡，差不多吧。番茄刚刚那样应该60，我因为我看到，我之前有看到水果的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可是加上蜜饯我就应该有300吧。番茄好大的萝卜，真的、啊。看侧脸啊！啊，奇正哥，哦，哦，我懂，我懂了。新主人不会说台语，有啊，我还是会啊。啊，没有草莓酱，没有溜到我。Hello， 小华哥，晚安。5个泡芙，奇正哥，瓦萨比，好可爱哦。两个吗？谢谢小华哥的枫叶。很好玩的感觉哦。每次当泡芙表示难过。谢谢樱桃猫的 Love You， 还有玉人的新之冠。泡芙有我沙比的翻译。我刚刚讲好可爱哦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谢谢华为的分享。没关系，嘻嘻。Oh no， 胖丁 ，Hello， 小易，给我喂番茄吗？停手。Hello， 新一辛苦啦，谢谢金柚的吉他扫步，谢谢丁丁的分享。你觉得生日会？泰德，你这次又不来，你什么时候才要来？真的，瓦莎比啊，不是啊，真的空白。完了完了，我已经不知道在想什么了。好开心哦，浓眉。哎呦，泰德真是的，好坚持哦。今天生日会场面说大家开心就好啊，对不对？大家有开心就好。没有，又在想等一下要吃什么好吗？并没有，可能会去。好啊，卡拉。哇哦，卡俏，真迅速啊 ！Respect respect。哎，我要来。这首歌，哎，我比嘞，我不知道，哦，我知道，哦，这首改进很好。
如何处置这个？你可以询问一下，如果你要的话，可以问一下，看明天会不会被我秒杀。希望不要啦，好不好？希望害得我们可以见到一面，好吗？我今天点你的，如果认出你的话，对呀、啊，阿柔，西欧就是当然的、啊。所以拜托，下次就是礼拜六的时候，我可能会有吃播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先买好宵夜，好吗？好吗？知道哈，西欧。嗯，一定会来奥卡拉，我记住喽。刚才吃完饭，啊，不错不错，慧香，那你有配合到我的时间，鼓励吃宵夜，大家都要长胖胖啊。阿如也应该长胖胖啊，对不对？当兵那么辛苦，放假就该好好吃啊，阿如，不要想太多，就是吃就对了。因为他希望我的票可以被秒。明天再 pass， 后年再来，真的，嘻嘻。哎，对耶，西欧，对，就是因为只有礼拜六我允许自己吃宵夜，只有礼拜六。没有啦，阿如，我要来放歌喽！啊，我要来点，让大家点歌了。不要一直就是可以说，可以开始讲，说错了是一定会去林杰。好啊，卡拉，今天到十点半啊，我知道，星星，不是田中一晚，是明天，我只放纵这个晚上，就这样。不用空白，好啦，大家可以开始说你们要点的歌啦。今天点七首，秒杀的几率很大，希望希望希望，打勾勾。自信绝对。啊、等一下 ，See you again。那首歌我听到哭哎，苏的，几乎抢不到，你要加油啊，海德，决定爱你。一二三四五。Lemon， 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哎，好痛！梦醒时分，好了，起手喽！以后我好像放过，在我的台上我好像放过，卡拉，卡拉鸡腿堡，哦，点一下哈，我讲一下，打勾勾，痴心绝对 ，See you again， Carino 吗？决定爱你 ，Lemon 跟梦醒是吧？怎么办？吃饱有点想睡。理我啊！滑鼠是发红色，没电了，没电了，真的好心，你去哪一所、啊？交大哦，还是清大？哎，为什么打不开啊？天夜看你在睡觉，没人会看好吗？哎呀，痛！不用了，讨厌。
好了，我要秘密哦，给我呼呼，好吧。哎，我好久没电了，烦哦。好，我要来放今天的第一首歌，打勾勾。谁的啊？是要李千娜的还是李千娜，好好好，好，有了有了，回去看，好啊，慧翔，对啊，我们不能睡觉直播啦。怎么办？林姐打公公，你爱我哦。好了好了，太棒了，好吃哎！生乳卷真是没有辜负我的期待，太棒了太棒了，我非常的开心，没有看走眼。晚安慧香，天山桥打电话可以哦，假装睡觉直播，谁那么无聊？Hello， 声音有点听不到。好的，伪睡眠太无聊了吧？假睡着，结果真的睡着，真的有可能会这样，非常有可能。感觉一定就是会这样啊，很想看林杰睡了，总觉得一定打呼很大声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觉得？我怎么了吗？我怎么我做了什么让你觉得我打呼很大声吗？我好像会打呼吧，可是就是小很就是很正常的那种打呼。我差点直播睡觉，我有吗？我睡眠，我什么时候睡觉过了？你是会磨牙？哦，磨牙很可怕哎。收音师吗？五谷不会打呼哎，可是五谷前几天他在睡觉的时候，他好像做噩梦，他在叫，吓到我了。然后我就去把他叫醒。五谷怎么那么可爱？为什么五谷可以那么可爱？五谷真的好可爱哦！全宇宙最完美打呼，没错，玉人没有啦，卡拉。我应该只有很累的时候才会打呼，不是说梦话，就是他叫这样。应该可能是梦话啦，我听不出来，知道我在叫。他做噩梦，因为他感就是老鼠没有声带啊，所以他已经是被吓到或是很受伤不舒服，他才会叫这样。俗语，对啊，干嘛还会做噩梦？真的、啊。林姐不可爱，谢谢卡拉，林姐比较可爱，还说吗？好酷哦，好酷哦！就是李千娜的打勾勾，下一首是《痴心绝对》，这首歌我也喜欢。对啊，嘻嘻，很可爱。风扇装啦，昨天晚上就开始用了。说梦话，好棒的主人，当然阿如。老鼠没声带啊，
所以他叫的话都是用他的肚子在发声的，每天晚上都吱吱吱，嗯，就很他很紧张，他发生什么事了？狗做噩梦吗？没有，我只是看过狗做梦，我不知道噩梦是怎么区分。我不是啊妈，是我醒着的时候，新一，我还有去看他，我把他叫起来，不会着凉啊。他，怎么说？他睡觉的地方跟我放电风扇的地方是有算是有隔着的，所以他不会直接吹到，就是让他那个空间变得比较凉，可是不会直接吹到。后来就不叫，他习惯了吧，就是习惯了，所以不会怕了，应该是。无聊哎、欸，空白。没有连接，每个梦都是噩梦，对吗？说什么东西啊，草莓酱，真是的。我没有电了，完了，我打哈欠了，现在我剩10%。OK， 我剩30分钟，吓死。好啊，浓眉奶奶，等不到奇迹出现的那天，怎么了，卡翘？好可爱哦，狗。没电了，真的，怎么办？给我绿草姐，谢谢，谢谢阿凯的奇迹。Oh no， 没关系，卡翘，别伤心。I'm here, we are here, you are here。草莓酱，可爱耶，生日有点奇迹，我不需要。生日觉得奇迹是怎样？是把我等一下把它打开，它有完整的一卷吗？常运用被甩或是失恋的次数也很多。啥？原来他后跟他很好变朋友。嗯，是那一位你会 tag 的人吗？还是那个人就只是你的朋友而已？还是那个是你现在的女朋友？我那甩你们啊，我从来没有甩过，真是的，这是哦，就是他哦，哦，好朋友嘛，没关系啦，卡翘，你们可以一起追星啊，这样就是好朋友咯，对不对？ Hello， 胖丁回来啦，胖丁啊，这首歌是《痴心绝对》，天哪天哪天哪，聊到忘记了。李圣杰的《痴心绝对》，下一首。See you again。我听这首歌，听到哭哎。Hello， 北极星。因为那时候，那个保罗沃克他刚离开，然后我觉得我真的觉得超伤心的，我超级伤心的。然后听着会不会听到哭，受不了。
真的太伤心了。其实这个 MV 就是，哦天哪！Who knew？ 送了卫生纸，怀念 Paul 真的。今天有腿推，谢谢健身卡。换手吗？不用换手啊，我很喜欢这首歌。只是这首歌非常，真的很感人。真的输哦！我去看《亡命七》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后面那个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后面真的是非常超级感人的，就是感觉他们回到了当初，然后就这样又开始一起，就是在比在就是打闹那样的比赛。就是一直冲这样，然后到最后他们就两，就是本来是一个车道，然后变成两个车道，他们就分开了。就觉得天哪，这是真的是爆哭，完全爆哭。唉，有人懂我那种伤心的感觉吗？很可惜，是真的很可惜，我很入戏吗？哎，真的很，因为我很喜欢亡命关头，所以是真的胖丁懂那个正牌头真的很好，他们这样真的吗？嘻，希望你不要害羞。懂后输，懂后什么时候哭的？就是看亡命期的时候哭的啊。他们是一家人，然后他就这样离开了。还没看过《亡命系列》，哎，很好看的，害的，看到是补个档。真的啊，凯对，就是那种感觉，他们是一家人，所以可是他就这样先走了，然后还正在拍戏，鼻酸，他正在拍戏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怎么样的痛哭，真的，胖丁还没 get， 还没看 get 不到，没关系，阿华看完都超神中，真的，谢谢。哦，尤其是这个 MV， 对啊，保罗沃克，看电影都会出戏，他们这样看得太认真，太不认真喽，都跟着太认真，他们太认真在不认真喽，对，嘻嘻，有时候也会想哭，我怎么了，玉人？哦。分开了，真的，我不行，我继续再听一次，可以让我看一下 MV 吗？没有点错歌，阿如没有点错歌，不要这样米酒，不要这样，对，他是在超跑上了，啊，他们开始比赛了，哦，好兄弟。哦，他们分开了，天哪 ！OK， 我要看整部电影都可以，最好是演员。对，胖丁就是很虐心，超级虐心的电影很少看，没关系，害的推荐你，你可以多去看。好啦，这就是《See You Again》，很好看哦。那个这怎么念啊 ？Carino 是要谁的？谁点的 ？Hello， 什么东西？米酒是什么？要往好的地方想，好哦。陪你看雪唱，一起唱，真的 HK， 那你是不是有哭？代表好，没问题。What？ 为什么跑慢啊？他快没电，所以这样子是不是？他好慢哎、欸！对大叔太沉重了点。Oh no，Joe！
哇哦，杨姐，谢谢你。那是什么啊？是有关爱情的是吗？不然你怎么会哭死？你比较喜欢第五集后面？你说玩命吗？我觉得玩命每集都很好看。可是保罗离开的那一集是我哭最惨的一次，真的太虐了。臭杨姐，不要这样讲人家。The Marius 是吗 ？The Marius， 哦，第八集我也觉得，就是那样，一如往常的。哎，可是我觉得也其实蛮好看的啊。第八集是冰岛，对吧？对，反正就是跟第七集比起来，第七集很虐啊，我觉得。好啊，西西，刚好下播你就到了，这样就是，刚好，也不用边走边看这样。就他感不到妙大人院，所以他就是因为这件事情，所以他最后的结局只能这样结束，就是很虐啊。哪部剧？我们在说玩命关头哦，杨杰。超虐心爱情片，看一个就想哭，那你就不要跟他去看啊，卡翘，真是的。如果你还真的那么伤心的话，我觉得，不知道哎，我也不知道，略卡吗？哦，是哦 ，OK， 嘻嘻，我尽量。蛮好听的，没有听过。我喜欢精灵鸡汤时间吗？没有啦，没有啦。今天开到10:30哦。我喜欢，对啊，我喜欢耶稣，对，胖丁就是这句话。我那时候的 FB， 然后因为我太喜欢了，所以我那时候的封面我就是放了，哪一集啊？好像是《亡命期》，然后放了。我就放了这一句，就是汤讲的这句话，然后，就是因为太喜欢了，然后就放，就是觉得很感人，伤心，太可惜了。欠条吗？今天最有敏感的主题太长了吧？我喜欢。决定爱你。王谁的啊？谁的？找可爱风 IG 反应都很好，对啊，就大家都喜欢可爱的人嘛，真是的啊，我就不可爱啊。对，忘情的表情还蛮讨厌的，哦，我就是那么讨厌的人，没有啦，喜欢我宣唱的，好的好的。
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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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电了，我必须去拿充电器，等我一下。徐若瑄喜欢，哎呦，没电了，没电了，没电啊！开了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In search of incredible， 太棒了，终于开了。对啊，没电了。Hello， 小西，谢小西的枫叶，求了求了。那开起来，开起来。Hello， 阿凯被你发现，怎么就在笔电拿用？卡跳加油哦！哇，真的哦，丁丁好厉害哦，死忠粉哎，从小到大的。听得到吗？就是有点小声。感觉好玩，为什么会觉得好玩？我只觉得 Oh no！ 小时候听这个哦，今晚奶奶奶奶。希望卡跳可以在我们这边获得许多的正能量，谢谢 CT 的开导。我今天得正能量，啥正能量？哇哦 ，HK 真正香！有看你姐直播，可以哦，很可以，很可以，卡超，可以得笑容，真的吗？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只能说惹同为被甩的人。啊！我在干嘛？我在播歌。对呀、啊，杨姐，所以有正能量、强大的粉丝，包括你哦，杨姐。哦，卡巧，好的，没关系，你让就是让自己不要一直陷在里面，然后。让自己越来越好就好。嗯，不要陷在里面就好。谢谢吉命运的吉他声。好的，谢谢你的分享，还有你的追踪。站在同样被甩过的立场给卡俏建议，就是很好啊。谢谢你让卡俏就是有更多的就是好的想法这样。徐若瑄的决定爱你，这首歌真久嘞。
况市中心也变好困，但是等一下应该会看直播看。好啊，空白，拜拜。我的耳环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这是银杏吗？很漂亮哎、欸！不要乱给建议，谢谢，不要乱给建议吧。美金学士。喇叭花是哦，很漂亮。喜欢耳旁的音，戴在耳朵上，喜欢自己，提醒自己要记得吃银杏，并没有好吗？我自己老是没做那种银杏没银杏没用的好吗？一点压力都没有，好棒，卡拉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硬要嘴嘻嘻，杨姐真是的。因为有人点啊，金鱼，他的歌好听，我也觉得。等一下，银杏长怎样？没看过了。还有，还有阿卡嗨哦，嗨哟嗨的嘞。我刚好要讲有点可爱是不是，然后你就说不是有点可爱啦。好哦，对啊，我金鱼老师没救的，是的，辛苦啦嘎嘎。原来如此是吧，最近长这样，我也最近长这样，这首歌明天常常寄信给我，我毕业配那么多，没有人要寄东西给我好吗，请先通知我的公司。下一首是梦醒时分，破三点击，因为真的很好听啊，那我要打枪，这样就可以，哎呦草莓酱真是的啊，下车啦嘻嘻，那你先别看了吧，就是先安全到家，虽然我可能已经下播了。这实力真大，真的杨杰。这首歌真的很好听。刚才你有听到这首歌，喜欢哦，再告诉你有听到，等一下播，好啊，星星，要安全回家哦。这首是米津玄师的《Lemon》，好啊，嘻嘻，真棒，推荐给大家，我也很喜欢。下一首是《梦醒时分》，哎，这不是英文，讨厌。是要谁的？
谁的梦醒时分？喜欢东京还是大阪？其实我没有特别喜欢东京还是大阪，我觉得都很不错啊。是你求生的动力，太夸张了吧，星星。生产版最好是嘞。Hello， 月月，林忆莲的吗？看到谁了？谁点的、啊？梦醒时分。Hello， 梦醒时分的主人。要谁的？是日本都好。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毕竟我也没有要住在那，我也不是说特别的了解，就是能就是生活在那一段时间，然后特别的了解那个地方，就只是去玩一下而已，所以我觉得都很不错啊，不管是哪里都很不错，对啊，没人就自己决定吗？那我不知道。Hello， 500版吗？500吗？还是要林忆莲的？我也想播林忆莲的耶，那我就林忆莲的吧。我也想播林忆莲的。好小声哦。零解版没有零解版哦，不好意思啊，金鱼。可以大声一点吗 ？Hello。哇哦，草莓酱。真会讲话，点了就跑蹲啊。玩一下都很不错，林杨杰版好啊，杨杰没问题，我要啊，星星不要，可是我有点想要哎、欸，其实这是被据点人，啥？杨杰什么？尴尬吗？不尴尬。好好听，啊，10:30了，我要来念排名了。杨姐版本七七先生，干七七什么事啊？真是，这是最后一首喽，害的。梦醒时分，谢黄鱼的能量补给包。哇，念排名咯。不、哦、怎么了胖丁，好啦，我要念排名了。很多草莓酱。我这样变得比以前更有钱，真的吗金鱼？快乐时间过了总是过得特别快啊，叮叮叮叮叮叮。第一名是82，谢谢82。第二名是卡俏，谢谢卡俏。第三名是西西，谢谢西西。第四名是黄鱼，谢谢黄鱼。第五名是尼哥，谢谢尼哥。第六名是绝阳人救，蔬菜这种救。第七名是阿尚，谢谢阿尚。第八名是金佑，谢谢金佑。第九名是方肉，谢谢方肉。第十名是 ABC， 谢谢 ABC， 耶、yeah ，好听吧？
有我们有你们一起分享喜怒哀乐的日子，是我生命中值得回忆的时光。能够你们真的很棒，不管事情如何变化，我一直都在某个角落想着和你们的点滴，你们的爱将伴着。哎呦，这个现实就是我在犹豫的现实。对，不过我回来了，很棒吧？我唱的真棒，最好吃嘞！好啦，那今天就看到这喽。让人惊慌，应该让蛮多人都惊慌的吧？因为我觉得其实蛮明显，是我有点像在道别的感觉。对，不过我还是回来了。也很开心可以遇到现在那么多更多更多的小蜜蜂。大姐看出来，对啊，就是蛮明显的感觉，我很像就是在道别。那大家早点睡觉喽。你可以盗用吗？可以可以，欢迎欢迎，拜拜。谢谢婷姐，谢谢阿凯，奶奶，奶奶玉人，奶奶阿如，奶奶丁丁，奶奶云九，奶奶北极星，奶奶卡拉，奶奶玉人，对，回首西的 rap， 奶奶樱桃猫，奶奶小姨，奶奶，谢谢西西哦，谢谢西西，奶奶西西，奶奶金佑，奶奶苏，奶奶卡俏，卡俏加油，奶奶海德，奶奶海德。奶奶嘎嘎，奶奶露露，奶奶，慢慢的散去吧。Rapper 呀 ，I'm a rapper，I'm a rapper，rapper 姐 ，Thank you everybody， 奶奶不露了，奶奶黄鱼。慢慢的上去，没有，我不太喜欢就是涂完关这样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慢慢的离开，就 是这样。五谷奶奶哦，五谷现在在睡觉，他已经待很久了。我好可爱吗？谢谢。可是你已经有女朋友了，正奇。我没有要吃生乳卷好吗？你们慢慢的上去就好。什么不要装可爱，害得装可爱呢？不要，不要。好啦好啦。不散去，好，没关系，害得可以待到最后。好啦好啦，奶奶好吗？乖乖睡觉哦。哎呦，有女朋友了，因为我谁说我好可爱？真是的，正奇。我没有吃，我吃完了啦。工作人对，请跟着工作人员的指示慢慢离场哦。你要待在官播，好的，害的。看来不露流很熟这句话呢，是工作人员吗？不露流。晚安大家。对，我在见送，可以慢慢的离场，慢慢有秩序、遵守秩序的离场，谢谢。吃完了也可以吃宵夜，我刚刚就是在吃宵夜啊。这个宵夜已经到此为止，不能再吃了，好吗？好啦，别。不听话哎、欸！要 high five 是不是？奶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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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吃完宵夜可以去拖，不行了不行了，我是不允许的。
好啦好啦，我真的要关咯，我真的要关咯，知不知道我真的要关咯，真是的。奶奶奶奶，大家早点睡觉，明天不要睡太晚哦，要起来吃饭哦，知道吗？奶奶。